我是美好的，学习使用肯定句疗愈自己。练习合集，作者路易斯赫。练习自我价值。现在我接受也值得拥有完美的健康状态。现在我健健康康是安全的，我总是被爱的。我是自信且安全的。生活对我来说很容易，成为大人是安全的。练习恐惧和肯定句。事业上、职场上的每个人都很欣赏我。生活状况上有一个完美的家等着我，而且现在我接受它。家庭关系上，我接受我的父母，同样的，他们也接受我，爱我。金钱上，我相信我所有的需求都会得到照顾。外表上，我释放掉批判自己身体的需要。性上，我很放松，而且我顺着生命之流，单纯不费力地活着。健康上，我永远会吸引到我需要的所有帮助。关系上，我拥有爱和接纳，我爱我自己。年老上，每种年纪都有无限可能。死亡和临终上，我信任生命的过程，我在永恒无尽的旅程里。练习列出清单。这是一个新的当下，我可以自由地放下。我愿意超越自己的限制。我对自己的人生负责，我是自由的。他们以当时所拥有的知识、了解和认知尽力而为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会带着慈爱照顾我的内在小孩。我的灵性成长不依赖他人。我将自己从监牢里释放出来，我安全又自由。宽恕和放下让我更有力量。没有对错，我超越自己的评断。我的父母亲以自己受到对待的方式对待我，我原谅他们，还有他们的父母亲。我拒绝限制自己，我总是愿意采取下一步。练习工作上的自我价值感。不管任何状况，我都能胜任。我是安全的，我接受生命里的完美，一切都很好。是我的心智创造了我的经验，我有无限的能力去创造生命里的美好。我知道我值得，成功是安全的，生命爱我。练习你的金钱意识。我祝福我拥有的金钱，存钱让金钱为我工作是安全的。我现在从无限的宇宙接受无限的富足。我要求拥有自己的力量，并带着爱创造自己的实相。我信任生命的过程。我在宇宙里是安全的，所有的生命都爱我，支持我。练习自我价值感和友谊。我爱自己，接纳自己，我是吸引朋友的磁铁。我信任自己，我信任生命，而且我信任我的朋友。我所有的友谊都是成功的。我是个慈爱又温馨的朋友。当我爱自己，接纳自己，爱别人就很容易。练习爱和亲密关系。我是受人喜爱，值得被人了解的。我在爱里永远是安全的。我把心打开，让爱进来，对我是安全的。
与别人分享我的内心是安全的。我爱我自己，同时感恩在我生命中来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。